阿公阿嬷恁好，我是静莹。唔知影恁最近身体有好无，还是有出门去行行的无？即马要报一个好康的，互你知。台北市政府吼，即马有一张卡叫做敬老卡，这内底有480块，你会当摕去坐捷运，还是坐客运车。若是身体爱健康吼，就要加出门去行行。我知影即马足侪人在讲吼，这台北市政府吼，1500块甲咱取消吼，足讨厌的。啊，不过这1500块其实并无取消哦，这1500块只是分予遐收入较低的老人，啊，较有能力的老人吼，台北市政府就用其他的方式来甲伊斗相共，像你嘛会当去免费注射，就是预防这个肺炎。啊，未来嘛会当希望会当补助大家去看病迄健保的费用吼，这都是台北市政府在替咱这老人吼做的代志。啊，希望吼，即阿公阿嬷会当加去行行的，加出去拍一挂日头，啊，嘛会当摕这张敬老卡，招你的朋友，招你的楼顶楼卡的厝边隔壁会当出去行行，啊，祝恁身体健康，啊，嘛会当定定转来看恁，拜拜。